今天要实际用我的点数来去 NTUC Fair Price Shopping， 让大家看看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首先要把点数换成 voucher， 现在打开 LD365 的 apps， 我有5315点，然后他说我有105点在5月31号就 expire， 所以我现在要 redeem。 现在你就可以看，真的我们可以用走路来赚钱。我来换个 Fair Price E Voucher， 我看我可以换多少。 redeem 2、3、4、5，哇，我只能换5张。Confirm， 然后他会传一个讯息给你。所以我有1、2、3、4、4张，你还是可以再换。Redeem。哎，为什么行？所以我总共换了6张，6张是30块。1、2、3、4。等一下，我可以去 Fair Price， 然后把这个voucher给换掉。太棒了，走路也可以赚钱，所以我鼓励大家多多的走路。早安，我来 NTUC 来用我的刚刚换的 Fair Price 的 E voucher 来看可以买什么东西。上次介绍的蛋，今天来突击一下，哇，蛋还是很多。我来买大一点的，买2个，哎，再买个吐司面包好了。现在来等待付款，本来以为人比较少，好像人蛮多的。这个生意买起来会不会太巧了？刚好10块又05啊，这回尴尬了。打开我的 LD365 的 apps， 然后点选包具你要用的，然后再 scan， 这样就可以了。我刚刚试验一下，结果蛮搞笑的，因为我选的3样东西刚好是10块钱05，所以10块钱用那个 HPE voucher， 那那个 Fair Price 的员工也很帮忙，因为好像系统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剩下的点五呢，我就用我的credit card 付掉了，所以呢，真的很不错。你看我走路，我换了2个火龙果。一盒鸡蛋，还有一条小小的吐司，所以鼓励大家多多走路吧。最后感谢很多网友告诉我说，其实可以买健康食品 ，scan QR code 也可以得到点数，这是另外一个可以累积点数的方法。我在网络上找到这段视频，跟大家分享，祝大家身体健康。Choose healthier when you eat, drink, and shop.
scan the QR code on the receipt or ticket to earn stamps and health points on the Eat Drink Shop Healthy Challenge Digital Passport. Collect stamps to unlock sure win rewards. More stamps means more rewards. It's that simple. You can also convert your health points to instant rewards.再次谢谢你观看我的影片，也请您订阅我的频道及分享，谢谢。